好，那生物专家您进来的同时呢，大家可以发现我们所有的生物全部都围绕上来喽，因为他们都知道现在是他们的吃饭时间哦。哦，我们也可以趁着机会观察一下，他们的嘴巴就在他的身体腹部哦。不过大家现在看到呢，红鱼围绕在我们生物专家旁边，好像非常可爱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家请记得，如果在野外碰到我们的红鱼，千万不要去伸手触摸它们哦，因为红鱼是有危险性的生物。那大家知道它危险的地方在哪里吗？尾巴。哇，小朋友好棒哦，没有错，红鱼有一个很危险的东西，就长在我们的尾巴哦。第一个呢是红鱼尾巴的一个标本，这是真正红鱼的尾巴哦。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尾巴非常的软 Q 有韧性，因为呢它里面是有